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枚我从 Stacks Bowers 买过来的一枚香槟的二钱，五钱很多见，二钱非常少见，少见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所有的 PCGS 入盒的所有年份的二钱加起来也不到100枚。那么二钱呢，和五钱一样，它其实也是分成几个年份，1325回历1325，然后回历1324，回历1326、1327都有。然后呢，它和商品五钱一样，它也有没年份，1906-11的。那么没年份的非常少，看到 PCGS 就一枚的记录。那所有的二钱里面呢，最多的也就是21枚是回历1326年的。那这枚呢是回历1325年，1325年呢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年份吧，它一共有19枚，算是也是比较多的。尽管如此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19枚、21枚都是非常罕见的。这枚呢，分数不高，30分。尽管如此呢，这个基本上还算是打得可以，也比较完，这个龙形也比较完整。那它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，问题是这个钱币啊，字面也算基本上完整了，二钱这两个字啊，尽管有些难看得出来，已经算是这个系列里比较好的一枚了，我觉得。因为像这个1325年的话，35分、40分、45分，一共只有6-7枚吧，那么30分算是比较高的高分了。我从 Stacks 拍过来，大概700多刀吧，并不贵，它的PCGS 评估价1500刀，比这个我实际成交的也要高得多。那么可能就是说大家不喜欢这些新疆的小银元，其实呢，这些新疆的小银元还是非常珍惜的，然后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嘛。我觉得，像这枚应该是第4名，也算是不错的一个东西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